最近回重庆的王源被拍到私下去吃火锅的照片，搞笑的是吃饭途中王源突然收到不知道哪里送的一束花，一脸懵的宝宝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小表情实力可爱，吃火锅都能收到花，果然长得帅的人就是不一样。也有粉丝调侃，对于王源这样的吃货来说，送花还不如送点腰花，宝宝更喜欢实际一点的。上个月11月8号是 TFBOYS 王源的16岁生日，带着过完生日的喜悦，11月9日王源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15岁与16岁的双眼皮状况对比照，可以看到15岁的王源还是内双，如今已经渐渐张开，变成了一个双眼皮明显的俊秀少年。这篇微博不到一个小时，转评赞已过10万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，16岁的王源比15岁的王源的眼睛更漂亮，双眼皮更明显了，我的王源长大了。也有网友表示，被王源的眼睛征服，源哥眼里有星星。